咦，啊，这里，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哦，这边一片榴莲园啊，几巴仙，几巴仙啊？90%有黑头病啊。八个一个啦。八个一个有。90%有黑头病了。啊。哦，啊，黑头病来，等一下啊，我跟你讲。啊，这边一颗。黑头病啊。什么都有了，那边哦，特长文雕，特长文雕，这张呢？这张文雕啊，每一颗都有黑头病。这张文武，没钱的啦，是啦，这里收藏哦。黑头病哦，当然有，这可以有啊。嗯，哦，这个初期才这个才来的，这个我怎么亮？我丢个细了，我丢个细了。嗯，会使啦，我给你，你该补该补啊咯。嗯，啊，我阿咪也给你咯，妈仔。会使。啊，哦，迄张无啦。迄张老树哦。老树啊，老树，嗯，对吧？对老树什么啊？对咯，去到老本事啊！嗯，去到什么事啊？无啦，我嘛是学习，都落安尼强哦，安尼强，我就换螺丝来咯。我得升级啊，对吧？不放出来了，这也是哦。嗯。嗯。好。嗯。这个都长不稳啦。这套。这得老长不？我这长不稳哈。我头边什么雕哈？嗯，我好你挖了，我好你也菌咯，你给绑咯。好，哇，这个也是有。所以这个是传染的，因为你的我验了你的水差不多，不会讲酸。这本有哦，我背一个什么雕啊？嗯，去长呢？不是雕哈？我才讲99，99%中。嗯，因为雕哦。嗯，这也是。你去，你弟弟买矿泉水的，叫我帮你验你的泥土。啊，这只，因为要有这个，其实啊，我要教你们啊。这个啊，你只是插住泥土验哦，是不准的吗？要放水啊！你要拿 OK， 我教你们用这支啊，就是说你要用矿泉水的水比较准。嗯，你也投拿它的泥土上来了哦，泥土放在一个杯子，两份泥土一份水，啊，放住，因为矿泉水呢，也 pH 6.87嘛，按你个准。啊，如果你是这样，你看漏热是不准。啊，一人试验室呢是土拍打，一两个风打了，风打了再做。哎呀，你忙我阿姐啦，他无家啦。我讲我厉害，我得升级了。
这 OK 了吗？哦，我厉害，我华老师来，我就逐天做直播。你看我还去海浪嘞，过一零八路，你不这这这张呢？大哦。有个料了，老人家都唔知啊，什么嗰啲黑头病啊，以前正讲掉高就死噶咯。你老呀，你老爸老姐何里个好啊？我老爸老自己一张牙弄掉呀，自己牙就弄掉了话嘞。哎，张老张哦，我到文武哈。哦，阿瑞你爸不？老烟堆，老烟外面做那鬼？没吧，其实那老皮哦，生出来和咱有卡有手真感恩了啦。对啊。这张还有哦？这张无啦。好去了。哦，你这是好了，我再来啦。黑头病好了又来啊。嗯，你当是下坡就是咯，下个鸟鸟。下坡啊。可以了。我猫山王真贵丢的。猫山王。啊，你名贵。嗯。我你是富贵病吗？啊，你弟弟来了。嗯，他这个是传染病了。传染病。嗯。哦，这个是属于传染病了，一直的传。而且你这个又是高地哦，又不是平地哦。哦。哎。高地好还是平地好？OK 了，我就讲到这里啊，拜拜。现在我们要验了，拿那个矿泉水，拿一个杯子。嗯 ，OK。